新庄浮潜市民活动中心在四楼规划了饮法俱乐部，希望鼓励附近的长者多多出来活动。启用这天特别为八月寿星举办庆生会，大家一起吃蛋糕庆贺。叫你心里快乐，叫你心里感动。在新北市长朱立伦的陪同下，阿公阿妈们一起为八月的寿星唱生日快乐歌，同时也宣告浮潜活动中心内的饮法俱乐部正式启用。活动中心今日会当完成啊，加个饮法俱乐部，看到遐侪阿公阿妈，我就足欢喜。尤其今日无简单呢，我一定爱讲，咱新庄安尼，二中安尼有成功呢，叫足侪阿公出来啊。浮潜饮法俱乐部未来不但会为长者举办许多相关的活动，因为这里设置了卡拉 OK 的关系，其实长者平常也可以来这里唱唱歌、聊聊天，不怕无聊。请大家时段，大家老人，大家来这行行咧，来这唱歌啊。对咱身体也真好。成立饮法俱乐部呢，是要照顾我们这些老人长者，鼓励他们到户外来，不要老是在家里看电视啊。然后呢，你到这饮法俱乐部来，跟我们这些老朋友啊，他们在一起聚在一起，然后心情开朗。过去参加饮法俱乐部活动的多以阿嬷居多，但是这天浮潜饮法俱乐部的启用典礼上，可以看到许多阿公参加。这也显示阿公越来越有意愿走出来活动。记者沈正林、景瑜新庄采访报道。